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据西班牙每日体育报的报道，葡萄牙球星斯朗拿度的未来还存在疑问，车路士可能会重燃对他的兴趣。斯朗拿度希望在今个夏天离开曼联，但他还未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斯朗拿度面对的问题是自己的高薪和曼联想要转会费。此前车路士曾经有意斯朗拿度，如今他们再度燃起这位葡萄牙球星的兴趣。目前车路士阵中的中锋屈指可数，因此车路士在考虑隐瞒的问题。车路士对斯朗拿度感兴趣，但他们不想给转会费，曼联又不愿意免费放走斯朗拿度。斯朗拿度本人即不希望失去这个赛季在曼联的工资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